放下了。至于彰化南瑶宫的妈祖绕境，在回程时横渡浊水溪，庙前燃放鞭炮，南瑶宫妈祖绕境正式起驾。今年轮到圣三妈会、新三妈会与老六妈会负责举办，回程聊 K 渡过浊水溪，南瑶宫遵循古礼，香蛋不能灭，必须由十姓家族担任，轿子更是一大特色。一般的进香一顶轿，对，啊，咱只有三顶轿，三顶轿就三个花马，同时办进香，咱的新尊拢三笑以上，所以一般的新尊拢笑二尔，咱是三笑，所以咱的轿特别重。地方盛事，众人参拜祈福，立委黄秀芳积极为彰化乡亲向中央部会争取补助，更期盼疫情缺水问题能顺利度过。台湾人民特别欠水，我是伫马祖部。灵感的庇佑之下咧，咱会当讲会当如何啦吼，互咱这个旱灾会得当开支，啊一路咧，大家让平安顺利。徒步百年古香路，来回将近300公里，传承200年的宗教文化，地方总动员热情满满。三立新闻彰化报道。